好，谢谢啊。干嘛呀？这是什么呀？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你这给我的辞职信吗？不可能，不批。快上来一起接着看动画片啊！我这真是太难了。好了好了，世界那么大，我也想去看看，咱俩就一起去看看怎么样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让我想想，有什么必需品是要带的啊？是时候要打开它了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关键时刻你还是得看我。哎，也别光看我在这收拾，你要有什么想带的东西就去拿啊。你这拿的什么呀？好不容易出个门，你就拿个旧玩具。行吧，我给你带着。一看你带这东西就知道你没出过门。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我就是个诗人。女士，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。啊，好。宠物的用吗？啊，好。完了，加薪没加明白呀。给你表演个魔术啊，芝麻开门。这样多累呀，你坐会儿。多跟我学着点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。别催我，我这不得找找房卡吗？要不然以后都你来。哇，真不错呀！你在这愣着干什么呢？快过来帮忙搬行李啊！你不知道带你出来是干嘛的呀？我先带你来熟悉熟悉房间啊。垃圾桶在这儿啊，这个垃圾桶，垃圾扔这里。遥控器，对，这遥控器，电视遥控器。空调遥控器啊，记好了。看看还有什么啊？对，房间里的水你得知道在哪儿。一会儿我说这么多话，肯定得渴。对，有这样式的标的，这是可以喝的。然后我等我说我渴，你这属于提前玩赖呀。哎，你发现什么了？这个房间里面竟然还有个小阳台，真不错呀！快看，那边有山，大草地。西卡，那山那草地，一会儿你去那儿跑起来得相当爽了。走吧。不行不行，走不动了，累了，我回去了。
刚才你出去玩是不是没玩够啊？我陪你玩会这个扔玩具游戏，看玩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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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路，快去快去，把它叼回来，然后叼回来之后我再接着给你扔，老好玩了，快去快去快去，去啊！不想玩就说嘛，你这搞得好像我想玩似的。好了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我们准备回家吧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哦，那有个垃圾，你直接扔那边垃圾桶里呗。嗯，这是什么呀？世界这么大，咱俩这一个视频真看不完，这都7分钟了。以后我们慢慢看好不好？